加油啊，队友！不要爆，不要出宝，不要爆。OK。哎。哎，下一位，你也开太久了吧？这应该是最后一场了，我差不多了，有点累了。干，我好饿哦，我没吃晚餐怎么办？我好饿，我现在超饿。主播还剩几成实力？我觉得我现在跟以前没什么差，我觉得我跟以前真的没什么差。如果你们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每天上班去训练，我应该还是能当选手。我现在才26岁，你们知道吗？我还没有27耶，我才26岁耶，我还很年轻好吗？我还很年轻，26岁而已。你们知道英雄联盟史上最老的选手拿冠军是几岁吗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是谁吗？拜托一下，我是真的还能打啊。我记得好像是28吧，28有一个叫 Homie 的，现在在 JDG 当教练的那个掌门不是最老的，掌门是算是比较老，但不叫最老，所以我至少还有3年的时间可以打，但是就没人请得起我而已啊。国外有影片介绍退役最可惜的选手，我们家主播排第3。那第一是谁？排第一的是谁？有人比我更可惜哦？怎么可能？他们也被冷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西门，不是真的西门吗？不是吧？你们在开玩笑吗？我知道你们一定是在开玩笑。西门退役没有很可惜吧？他打很久嘞。哎，凯撒是带强攻吗？还是什么？应该是强攻吧？我记得好像强攻。First time I returned from the void, it was to save me. Now it is to save them. YT 英雄联盟5大退役太早的选手，我看。Messiah was a dominant force with world elite. His twisted fate was revolutionary as he was undefeated on his patented champ for a long time. 还好吧，还好吧，他就打不过我，不退役能干嘛，对不对？他你们在座6000-7000个人，他妈聊天室一直在嘴我，都说我是不是垃圾什么的，他就打不过我，他退役是不是刚好嘛？啊，退手，啊，好强！哇，这个人是谁？好帅哦！ Despite being huge underdog.Boys retired as he suffered. 谁跟他说的？妈的，又被抹黑了，又被抹黑了，我又被抹黑了啦！好像可以打哦，好像可以打。哎，这个在跑条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多用它是吗？对面真娜跟女鬼一样，当然吹得到你。棒！干，我第一次玩就上手了，超强。Helix Belly， 我的虚空能量是哪里来的、啊？花费 0.19 秒快速充能，在充能期间移动速度增加至40倍攻速。生物兵器到底是什么啦？那这个一直在集的是什么？是我要一直用一的意思是吗？我用越多它就集的越满，是不是这样？只需要知道加攻速就对了，哦，是这样吗？他在喘欸，我刚刚你没有听到我角色在喘吗？站 A 怪，我一个，啊，救！你买多兰剑出这个装就可以升 Q 了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干，这样我就懂了嘛！他妈你们解释一大堆都不懂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不早点这样跟我说不就好了？什么买装备买什么装备？你说装备的攻击力会影响这一条不就对了？什么买装备？哦，买个鞋子也不会加，那就要攻击力啊？怎么我自己脑残听不懂？你们表达能力才有问题吧？哎呦，来啊，进来一下，打，完美接招，他妈的把自己当法师在玩呢。啊，我知道了，
This skin lives on me. I'm constant. 哎，我是鬼才，我是鬼才，不是啊，可以吧？啊，我怎么会觉得设计师是白痴呢？自信，这就是我的自信，有看到吗？完全知道自己不会死。但我好强哦，但我是蛮强的啊。大家要跟我讲的意思不懂，我哪知道要什么什么可以科技枪，什么可以科技枪？你们要讲讲话要讲完整一点，你们知道吗？出科技枪 W 可以进化，这才对嘛！你们一定是书没念好，才会出现这种状况。你们一定是书没念好，所以一开始出纳蛇之牙也可以进化 W 加一，对嘛？你这样讲话我就懂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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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！干出陨落根本是白痴吧，对不对？这一次出陨落是白痴，对不对？我的天哪！干，我搞到现在才知道这个角色原来是这样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感觉吗？好简单啊，这个角色。队友拉到人家按大绝就好了。噔噔噔噔噔！Here we go！ 干陨落好废哦！辅助！哇，不保我的，不保我的！哎，辅助，你别再点了，你看，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一直点塔干嘛呢？一直点塔干嘛呢？哦，升级了，升级了，升级了。离这么远要保个鸡鸡，不是啊，我才是 carry 啊，他不是啊，他要跟着我，不是我要跟着他，你懂吗？我卡萨丁1115哎，哎不对，我真的会死，我被他踩一下就死了，他这个装备会直接把我秒了，不是啊。应该可以啊，应该。加油啊，队友！不要爆，不要出宝，不要爆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一转了，一转了，一转了。OK。哎，哎，这到底是太小？当然也猜太爽了吧？白痴哦！姐姐，各位晚安啦，晚安啦，差不多啦，今天打很久了，今天已经打了很久了，差不多了，再见啦，各位晚安，早点休息。